行，再见。谢谢。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跟他一起到我这儿来白鹤山找？是他跟我示威吗？小磊，你难道一点都不考虑我的感受吗？啊？你知道当一个男人看见自己心爱的女人，被另外一个男人在自己眼前抱在怀里是什么感觉吗？小磊，你太残忍了，你太残忍了。是他的妻子，他是你的丈夫。